余生你选谁？他真的很正，他的声音真的很亮。西班牙人的话可以喝酒。如果有西班牙人，我给他第二名。哇！我在荒岛，他每天都可以跟我对骂。被虐狂，感觉好像可以跟你讨论一些哲学、心理学，而且我也可以冥想那些。我想跟你一起冥想。今天晚上10点，金大跟班。